咳嗽好多年了，一直咳嗽，一到冬天就咳嗽，有时晚上咳嗽的还睡不着觉。昨天去中医看看，说开点中药调调，没让他们熬，我自己拿回来熬。结果这一拿回来，我就后悔了，还不如在那熬了，太麻烦了。然后突然吧，我发现这个药里头有几样药，一个是炒苦杏仁儿，这是《甄嬛传》里头安小鸟最后拿的自杀那个东西吗？这不有毒吗？这能挠吗？这苦杏仁儿，还有一个这难道是那蝉？好像是。哎呀，我这一看完我不想喝了。别的倒没嘛，就都是那个什么普通的药，有几样好像我做菜还用过，像那紫苏叶儿，还有那肉桂，这不都我做菜用的吗？这不是，这肉桂都做菜用的，这熬汤呢。那就这俩，那就这个主要是，哎呀，好恶心呐！这还得熬药去，又多了个活儿，走了，熬药去了。哈尔滨道跟新华路交口，哎呦，刮下辆大车。我不是旅游，假乐餐厅就在这。这也是有个网友跟我提的，说这家怎么样？没事，我自己来。好家伙，哎呀，开这边了，不是很大吗？三位，哎，行，坐里边。他这好像还有二楼。哎，哎，你给我坐一侧。为了让你录的方便，我就不出镜了。我坐这侧，不知道这怎么样，不是很大的一个小馆儿。来，我今天带秘书了，还帮我翻菜单，不知道味儿怎么样。据说这也是家老店，15年、20年不知道，反正时间挺长的，说是。我也听说呀，坤大去停车了，这块不老好停车的，好像。其实不想带他来了，带他来就为了让他当司机，然后打死饭。本店特色。小酱肉是什么呀？这是五花肉，炒完肉卷春饼，卷剩饭。就一个套餐，再加单加一个小排，啊，就完了。您尝哪个的？转二118这个。你有钱，曾经光骗我钱，一会儿说那个。不是人钱不是他挣的吗？那不对，搁到我手里就是我的了。他就说，就给你钱那会儿功夫高兴，然后一会儿就开始撅的我。我说你什么时候成为亿万富翁了？我说我就天天，我说一洗脚丫子。他说我成为亿万富翁，你还这样似的，知道吗？肯定没用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试试。我是，我也想成为，关键是。虾仁肚面进来了。看着挺好，哎，看着还挺有食欲的哈。米饭应该给咱上来吧，人家怕米饭上了，你后面几个菜就不用吃了。尝尝呀，赶紧尝啊！你们哎，没筷子啊？有有有，来来来，快尝尝，快快快，让我尝尝。我吃黄瓜吧。我也这样说，我说，哎呦，这大虾仁，哎，这肚面筋真好，我来块黄瓜吃，还可以哈。嗯，应该还比较下饭。哎，按斤点儿多。嗯，估计是多了。没事，打包拿回去。所以说带他来嘛，不带他来，咱俩就点一个菜。你说这有嘛好录的？一个菜饱了，知道捆巴的用处了吧？嗯，拌着豆腐。咱俩换个歌，你把那个给我挪这边来，看看这家八珍豆腐。那天我录那个陈飞的时候，有网友跟我提到了这家，所以我今天特地跑到这家来了。这感觉豆腐都没有浇上汁儿了。嗯，但是应该很脆。嗯，尝尝，这是鸡肉应该是。每天吃八珍豆腐，我就先吃豆腐。哎，我又先吃上面。
我觉得八珍豆腐是量最大的一个菜。嗯，那块豆腐好吃吗？好吃。我尝尝。那块豆腐也是脆脆的。你知道那天我们去陈飞吃那个，我觉得他这份比陈飞好吃哈。陈飞那家八珍豆腐，我觉得里头的配料全都是假的感觉。就是涮火锅那种是吧？就是，哎，涮火锅那种都配好的那种。你不是，他那个就是那鱼鳞片，感觉是假的鱼鳞片，长得像鱼鳞片，但是软绵绵的。我喜欢这种炸的脆脆的豆腐。小时候的口感。但是为什么我觉得他的配菜不好吃，不如豆腐好吃？我也是为了吃豆腐，这样配菜味儿有一点那什么味儿。兴趣味儿，我也喜欢吃的，是吧？嗯，有点兴趣味儿，配菜。有那个鱿鱼，鱿鱼，很感觉有点兴趣味儿。豆腐炸的倒挺好。正常八珍豆腐里好像没有鱿鱼，没看见过。有鱿鱼卷，鱿鱼卷还有鱿鱼絮。好嘛，酱爆洋白菜。那就够不着了。够了，够着，够着。我那我觉得酱爆洋白菜我不喜欢吃。小排了，不好吃吗？我不喜欢，你尝尝，你看看好吃吗？爆三样，完了，等会儿，你给搁中间，搁这位置。行，谢谢。哎，别往那挤呀、啊。等会儿。我先录一下，你再弄。爆三样来了。干儿干嘛？肉，一会儿我弄，一会儿我弄。还有腰子。哎，怎么还有那个？洋葱跟那个辣子配菜吗？是吗？老包三吧，其实就是老包三，包三样。老包三没有这个吧？配菜？有啊、配菜呀、啊。没有。没有哦，它是那纯的那种，对，只有酸、嗯。还有麻球，这也是套餐里带的。你们喝水吗？这里头是有豆馅儿吗？这时就能看见麻球了，这样能看见麻球了。一会儿还有个汤，还有一个糖醋小排，我点的，好嘛，真多了。反正菜量也行。我跟你说，你别说多了。那老包三。咱们三个要是。赵三样。你都是男的就差不多。都是男的也够呛吧。是的，是的，应该吃差不多。哎，我觉得赵三样味儿也行哈，反正比那洋白菜好。洋白菜挺好吃的。不喜欢。但也没有说一吃有经验的感觉。嗯。就是大众口味，就是觉得还行，嗯、但是不难吃那种。有，我吃两块了。嗯，来个麻团尝尝。是豆馅吗？豆沙。那是吧？还是巧克力？不像巧克力。那你还大呀？比较迷的一个馅。不像豆沙。就那一里头有好像那个青丝玫瑰的味道。哎，你不想吃麻团吗？上次你弟结婚，你没吃着麻团，是这种的吗？不老一样的，糖醋小排，行，行，哎，搁那上面，糖醋小排我点呢，这和我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，怎么想的？它讲裹的面，我想象的也是，就有点那种红不劲儿的糖的那种，让我想起了咕老肉，嗯，糖醋里脊，嗯。叫糖醋排骨，有点香。我想象的是那种就肋排，然后就是你说的那是上海菜。哎，对，我就想象的是那种上面还撒点白芝麻，也是天津菜，不是上面还撒点白芝麻那种。我想象是那种，这怎么是这样式的？这叫嘛？糖醋排骨。小排。它就是按照糖醋里脊的做法做的。嗯，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还裹面了。他直接吃叫糖醋里脊的。整个你咋不给这糖孩子吗？看好吃不好吃吧。啊，感觉味儿也有点像糖醋里脊。糖醋里脊的味儿。嗯。浇汁儿也。没有我想象的好吃。还吃锅包肉吧。锅包肉好吃。真没我想象的好吃。你要吃还得吃东北锅包肉。你看那个小排有点腻。他们家菜就是大东菜做的稍微味儿正一点。倒不至于难吃。就是大众菜一尝就是哦，家常菜。嗯，行。看菜都是挺中规中矩，哇，没有说多惊艳。嗯，我们那汤来了，一大盆汤，也是套餐里带的。我觉得他这四人套餐的话，四个人应该是够吃的哈。四个男人差不多。嗯，够吃吧？
我觉得行，够吃。他这四人套餐，咱不就四人套餐等于多了个这个小排吗？嗯。来碗番茄汤，不是番茄汤，是西红柿汤，西红柿鸡蛋汤。我觉得我喝那汤有点淡。喝点盐吗？不要，让他来点盐。不要了。我们还有二楼。有二楼，快让我们捆巴出个镜。今天还没出镜呢，有没有人想呢？上次吃早点，你没跟我去，有人想你，哈，说没有捆巴不习惯。我说这个我要活了的话，我红不了，捆巴红了。回来走到天津的街道上，粉丝都过来呀，捆巴。所以别干坏事，要干坏事让别人看见了，该告诉我了。哎，坤爸，我在哪个洗浴看见坤爸了？不是，没准哪天你去那什么谈生意什么？哎，你是不是会不会？那倒不至于。不是你媳妇火了那一天，有可能。我火了也是他红了，知道吗？都认识他，不认识我。去谈生意，哎，我好像在哪见过你。网红，网红。吃饱喝足，打道回府。哎，错在哪儿了？错在这个后边了。一共花了多少钱？118，172，加54，172，一共花了，也不便宜了。等会儿我看我是不是绕大的。行，去，也不便宜感觉。哎，这有个景泰来酒楼，这一溜上感觉小饭店还挺多的，就是不知道味儿怎么样。我感觉这家味儿大众菜，没什么特别的经验。哎、你不回去吗，大舅？那我就自己回去得了。你远吗？这不远，可以送过去得了。1小时8块停车，这是大爷还是大哥呀？没看清。大爷。还不错，给我们那1小时算呢，可能1小时过点儿，8块钱停车。吃饭一样，骑小车呗。哎，下回骑小车来，不能开车。走了。也有那个要听相声。